可以 ready 的去考这个试，就可以比较轻松应对。当然，如果想要申请私立高中或是申请大学的话，一定要做好事先的准备，是吗？对的，其实现在的趋势哈。很多人在过去哦，都是把这个在升学竞争就放在大学这一。